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九月十九号新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怡婷。新闻首先先来看到创建伫咧清朝康熙十一年，西元1672年的分行保重司，伫今年迈入建始350周年，分行保重司管理委员会配合中华关文化局，2022国际日美丽彰化国校园举办一系列活动。16号暗时邀请到棉花园戏剧总团拍头灯。17号有艺人精彩演出，和来自各地乡亲共同见证这历史的一刻。棉花园的魅力是要动也动不掉。上千位乡亲在16号时阵聚集在分行保重司，就是为着要欣赏棉花园的演出。创建在清朝康熙十一年，也就是西元1672年的分行保重司，在今年迈入建始350周年。分行保重司管理委员会配合中华关文化局举办2022国际日美丽彰化国好耍一系列活动。16号暗时邀请到棉花园戏剧总团前来演出，为保重司庆祝生日，真侪乡亲号召厝边做伙来看戏。咱保重司是咱县定的古迹，伊伫咱的这个清朝康熙十一年，伊就来起建，来到即马呢，拢总有350年的这个历史。今仔请到咱的这个孙翠凤老师所领衔的明华园，那中团来为大家表演咱的这个典型哦，咱的这个吕洞宾哦。那最主要这个故事是要甲大家讲。咱若遇到任何的问题，一定要有信心，要有勇气。那咱拢知，咱的明华园会使讲已经创立有93年的这个历史。那当歌戏拢伫咧没落，为什么民讲到明华园有遮侪人来？最主要就是咱的这个孙翠凤老师，咱的这个陈老师，因带领着咱的团队不断的改进。那包括灯光、音响，包括咱的这个剧情。拢会使讲非常的这个用心，所以呢，讲到明华园，都是咱的这个品质的保证。抱个声，搁来干。除了棉花园以外，在17号早起，保重司嘛依照传统举办祈福大典，由中华馆长王惠美带领大家向观音佛祖、甘妈祖拜来祝贺，现场毛精美的引导。王馆长表示，保重司已经有350年历史，是中部地区有指标性的寺庙，同时嘛是地方乡亲重要的信仰文化。三敬拜，观音中华民国。各位时风大臣哦，大家搞早哦，今天咱保重司就是在观音佛祖哦建始350周年庆，一系列活动哦，到今天阵哦，都咱馆长哦。亲身哦，入面哦，来参加咱这个庆典哦，所以讲，主要咱馆长嘛讲过一系列活动哦，啊，佮主要来暗阴暗哦，啊，佮可能暗会，请各位大家神神大德哦，大家来咱不同是参与拜妈祖，同时来欣赏咱一挂野歌星的节目安尼。今仔是咱分行保重司这个建始350周年庆，那会使讲。咱过去中部地区有两寺三岩，就是咱的这个保重司龙山寺，咱的这个虎山岩，以及咱清水岩，甲咱南投的碧山岩，这伫咱过去就是拢真重要中部地区的宗教信仰的这个代表性。咱呢除了是咱的这个二寺三岩内底重要的这个庙以外，嘛是咱分行地区。咱这个先民打拼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录，咱伫民国74年中华关改指定做咱的县定古迹，
啊，每一年咱的这个啊九月份第三礼拜，就是咱的这个古迹日，那、啊、也新逢我们350周年庆哦。咱的古迹日都以咱的婚姻保重师作为出发。那伫今仔呢，除了咱张有请到明芳园来遮做相关的表演，今仔九点伫遮举行隆重的这个庆典，啊啊有这个绘画比赛，确定啊，搁有闯关。同时嘛，甲咱保重师的文物古物提出来做相关的这个展览。暗时呢，也搁有咱的这个暗会哦。那仔仔啊，就是甲咱的这个啊保重师啊，无论讲是伊的这个妈祖，还是观世音菩萨的精神，在诸位甲咱众啊这个委员大家合心协力之下，不断的甲因的这个慈悲，因的这个疼痛乡亲的这个啊精神哦。啊，发扬光大啊！无论讲是伫地方的这个公益活动，还是讲咱的这个宗教文化啊，会使讲哦，拢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而且感谢咱诸位带领的这个团队。这个保重是35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中，有精彩丰富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写生比赛、闯关活动、监狱趣味竞赛、保重是文物展、文创市集等等活动。在暗时，还有真侪艺人做回来参加表演，甲乡亲共同参与这保重是特殊的一曲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分行采访报道。恭喜保证地限定古迹，保证是开启。